熟悉的台湾街边，其中一名男子坐在机车上大嗑香鸡排。这是一位日本人透过 AI 技术生成的典型台湾男，但怎么一眼分辨台湾男生？大家这么说，我觉得是还是眼的这个轮廓。韩国那边的眼睛就会比较偏小一点嘛，日本那边的话会比较犀利一点，那台湾会比较属于柔和。通常就是口音跟肢体语言吧，因为台湾人的肢体语言还是会比较客气一些。台湾人印象中的台湾男生，从神韵可分辨。 而另一张更直接把台湾特色美食珍珠奶茶入境，黑框眼镜搭配简单的素色短 T， 站在被霓虹灯光充斥的台湾街头，刮起一波台湾网友认亲热潮，直呼看起来就像我身边的朋友，路上随便走走都能找到这样的人。你需要大量的资料库，它可能会有非常多台北街头啦、街拍啦，然后一些美女照啦，或是帅哥照片，然后想办法引导他去学习。 第二个就是人工智慧需要很精确的语言，或是那个 keyword 可以抓到我想要产生出来的特别的内容。除了大数据的资料外，还要加上精准的语言或指令，就能将每个人的五官特质打造得惟妙惟肖。手机软体也能迅速导出一张张 AI 生成照。 日本人设定的典型台湾男子意外掀起热议。记者李晨婷、林昭贤台北报道。